看试试看，你会不会唱？那你，我是说那个周杰伦，杰伦的歌。这样歌我也可以帮你开拓你对啊，唱那你演唱唱歌，歌的。我真的觉得你真的就是福气很多，真的人生就是会做一件事情，认真先做好，它不是你的强项。没有，而且写歌是我想象，对，唱歌我自己认为我那你没有写这歌样。最满意的歌词是什么？这张专辑的话，是应该是，不是，应该是神。下班吃个饭，打卡一直重复，忘记了什么叫做幸福。左手右手撑着头，一定顶到最后，让老板看到我没走。你的我的争什么，最后还是他的，我们要当笨蛋当多久？男的女的往上冲，不管男女老幼，孤单的船就要沉没。最后我留下了什么？没靠近一座的牢笼，为何大人的我却无法挣脱这世俗的绳索？说好了今天不准走，说好了今天玩到最后，还要再压抑多久？浪费了多少自由？说好了疯狂到尽头，说好了明天不再冷漠，最高的审判给我，我也要跳舞到忘了哭就够。谢谢。很酷啊、哦。很酷哦，哎、欸，我要用这个讲话还是这个？都可以啊，都可以。OK， 你身上也有个麦克风。好，我们今天啊，大明星的这个主角是黄少谷。耶、yeah, ，大家好，我是少少黄少谷，然后在这边要送 CD 给建阳哥。很棒，我每次在这里就是可以收到礼物，觉得很开心。然后那个听你们唱歌，我还可以坐在那个 VIP 的位置，都不用去抢票，很好。我第一次来到三立，就是这边应该是算很行政中心的地方。这里哦，这里是一个娱乐中心，是吗？因为左边右边都有很多，因为他们都是为那个大众服务的啊。这是三立最强大的新闻网的平台，还有那边有 Vido。对，其实现在这边我觉得还蛮有趣的。然后、哦、有趣吗？你就认真唱歌，然后他们其实看起来都很像。办公室的那个认真上班的概念，有但其实他们都偷偷在听你表演，真的吼。他们现在会不会应该都在写稿嘛？大家，其实应该都在偷看视频，偷看有没有人留言，也不用偷看啊。他们反正就是那个，我刚刚就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对不对？对。然后应该很多人其实是认识你的。比认识我们这个节目的人更多，没有，不要客气，我真的，你算是也是丰功伟业很多的，没有，哎，不要再这样子。因为我就是之前有演过一些戏剧，那当然透过那个戏剧，那不是一些戏剧而已，那个就整个是爆红的状态。还不要这样，周瑜先生，你还要再装多久？我刚刚过来的时候，然后就跟我在办公室说，哎、欸，我今天那个特别来宾是黄少谷，我们里面就有两三个。
妹妹就说：“哦，是周瑜吗？”啊，对。所以他们其实是对你很熟悉的，可是，在你最爱做的这件事情歌唱里面，就你现在算是一个单打独斗的状态。对，而且也算是重新开始。重新开始。因为以前是在乐团嘛，嗯，那在乐团的时候，大家就比较熟悉我在乐团那时候的外号叫做黄牛啊。对，一开始的时候，那乐团到了今年的1月1号休息了一下这样子。对，然后休息之后，我们自己就在讨论，就是说在休息前就说，那大家都可以各自做一些想要做的事情啊。那我的团员我也非常感谢他们，因为他们就蛮鼓励我说你可以试着自己做。你说他们鼓励你单飞不解散的那种心情，对，他们意思就是你可以试着做看看，他们觉得我做得到。其实那时候我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信心。哦，真的吗？因为我没有。为什么？因为以前你都唱那么多年了，就不过就一个人唱跟一群人陪你唱差别。不是制作上面。哦，制作嘛。制作一张专辑。哦，对啦，这真的是蛮对，很费心哎。快点拿起来自己。对，我在10月13的号。他打开是长这个样子。发行的个人首张专辑《创未来》，然后这张是我全创作，就是写歌、录音、编曲，然后就连企划、宣传。都我自己宣传没有，就是企划这些都我自己包。真的，所以你的主题是什么？就是未来。未来。然后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说，过去成就现在，现在成就未来。那过去就是说以前在强变时期的我，所做的那一些，比如说跟团员之间的沟通啊，或者是经验，表演上的经验，录音上的经验，那我就得到了很多，那来变成现在的自己。现在我做的这张专辑，其实就是承载以前过去的我所做的很多事情，所以我才学会做好一张专辑。那未来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现在做的事情会影响到未来。就像是如果今天我做决定，就要把这一杯水喝掉。等一下我就会去上厕所，很简单。不一定等一下我去上厕所，搞不好我等一下上厕所的时候，我在那个三立的大楼里面遇到一个女生，我的未来是不是就改变了？所以现在做的事情可能会影响到未来。果然就是一个那个创作人的概念，就满脑子都有天马行空的那个心情，然后故事就可以无限制的这个挥洒，然后画面啊、文字啊，连对白都有了。对，我觉得创作上很多都是这样，就是。所以你最厉害的事情还是最爱的事情是写歌哦，你刚刚是这样告诉我的。对对对对。然后我刚刚就问那个黄少谷一个事情，我说：“那你那个卖过什么歌这样子？”哦，对。然后他就跟我说了一个，让我有点惊讶吗？一点点，就是你没有认真在卖歌吗？还是人家不知道可以来跟你买啊？我有，还是怎么样？是就是输人家，输人家干嘛这样说？我这一张专辑里面有收录一首歌叫《我们都需要时间》，其实这首歌其实是当初有卖给 Special 他们唱过，他们是唱在《终极三国》的。《终极三国三》里面的插曲，然后叫《我想我需要时间》，是男主角写男二主角写给女主角的一个心情写照。然后他是我想我需要时间，可是我们都需要时间。我那时候写的帮他们写的是故事里面的情节，男生很喜欢送女生，那个在故事情节里面是男生很喜欢送女生巧那个糖果。糖果。对，然后我的是因为。这个有一个很特别的故事，你说就是大概7、8年前吧，那时候交往一个女生，然后我就从那个床上醒来，就想说，那等一下一起去吃早餐，这样就挖女生，起床这样，她就不起来，她想说那我自己去吃饭，我就吃完回来，她还是继续睡，等一下10点多11点要上班了，我跟她说，你起来了，要准备要去上班了这样。然后我就讲一讲，我就随便随口说，我就说，这样你不听我的话，你是不爱我了吗？然后他就这样，弹起来这样。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我就，我心里面是没有表情，我就外面是没有表情，可我心里面的表情是完蛋了，挖洞给自己跳，完了。他说他有想过这件事，他现在在想这件事情。完了，怎么了？然后我就出去，好，我就说，就是，我都就不讲话，然后我就去外面这样，然后想，他继续睡，然后我就想说，
完蛋了这样。我再进去，再跟他讲说，那你要不要解释一下？他就起来说，哦，我以为我在梦里面跟你讲完了。他继续做梦，他以为他在梦里面跟我说完了，但是没有。嗯。但是后来我们就讨论一下，他觉得我们的生活就是不应该这样再继续下去之类的，因为他可能他也有想要做的事情。我可能在玩音乐这一块，他觉得不是这么的和气。那最后结束的时候，我就传一个简讯，嗯，那时候没有 LINE， 那时候 LINE 还没有那么好，我写一个简讯给他说，如果是这样结束，我没有办法接受。然后他就写了一段话，我们都需要时间。然后你就把它写成了歌。对，你也是一个很爱讲故事的人哎、欸。这故事讲起来是你是有点伤心吗？可是也感受不出来你很伤心啊，你是一个神神秘秘的人，嗯，什么都藏起来，然后看起来好像很坚强的样子。对了，其实是。然后刚刚有网路上那个网友祝你生日快乐，因为生日会应该就是大家跟你最亲近的那一天，对，所以他们今天知道你来，然后看到你有新的作品这样子。谢谢谢谢。其实我会想说，反正你都要说你自己重新开始啊，那也应该给自己一个新的样子。哦，嗯。那现在是要现场大改造的样子吗？也不用啊，我没有办法帮你大改造、欸，要改每个人都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帮自己改造。Okay, 可是我直接想，刚刚听你在讲那一段故事的过程里面，然后就想，哦，那所以少少是一个很爱说故事的人。嗯、那我会比较想听你唱你刚刚讲的可以那首歌，就简单唱。可以，对不对？我们这里就是喜欢听他唱歌，来这里就是要用唱歌交朋友。可是这首歌我比较没有那么熟。不用啊，就你随便信手拈来两三句，都是一点。谢谢。我们特别的小礼物这样子。这个没有在歌单里。当然啦，我们专门叫你唱没有在歌单的歌。你现在唱的歌名要介绍一下啊。我说你要唱的歌名要先介绍一下。这首歌叫做我想我们都需要时间。桌上有你喝完的咖啡，你走了以后摆在桌子上面，我没有勇气收到橱柜，心痛的感觉将我的心撕裂，你用的牙刷留在房间，真心它是否都有失去那天，望着窗外你离开的街，眼泪模糊一切，我们都需要时间来忘记相拥的结局，每一次约会天亮晚到天黑，用力的挖掘你的画面，慢慢的忘了思念，忘了流泪。都需要时间。嗯，很好听啊。没有练。不会啊，干嘛练？这不是你写的歌吗？有什么好练的？你今天随便那个吉他一弹，然后就这么唱，我觉得那是一个最真实的感觉。可以，是可以对对。直播就是要这样。当然，就唱错，也就是今天的命了。对啊。但是唱了，反正一定是感动人的嘛，因为这就是你这么熟悉的东西。这是你说你唯一卖过的歌吗？是这样吗？对，我然后自己再把它拿回来，再发个人专辑的时候，就是你也不好意思收在主打，但也放在第二首，所以其实你对它还蛮喜欢的。对，其实应该说，其实越来也写一些歌，然后自己哦，现在我很喜欢这一首，我写的这首，那或者是说写了新歌，可能就会觉得，哎、欸，我更喜欢新的，但是我会越来越普。可是到有一天，然后就回头说，哎、欸，我曾经做过一个东西，好像也还不错这样子。对。然后在可能在进阶某一些事情的时候，会觉得说，回到当初自己写的东西的时候，会觉得，哎，当初写的为什么我会这么特别？你在什么时候会想写歌啊？是特别难过、特别开心，或者特别有什么想法？还是其实就是天马行空？你喜欢写你自己的故事，还是
更喜欢写别人的故事。可能是有事件发生的时候，事件，比如说，比如说前几天我生日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是我们在公馆那边的一个小地方小聚会这样子，然后大概现场来了五六十个朋友，那一天我就会觉得说，可能我就会可以想要下一个标语标题标题，嗯，那可能就是可能叫小地方随便好了，随便讲，我们在小的很小的地方，我们就开始，也许我们就开始茁壮，只是还不到时候的那种感觉。那所以你歌词已经写好了？没有没有，我就是可能就是随便想，好就会开始想，旋律就出来了。对，然后歌词。回当初那个地方，你和我什么模样？其实我有点紧张。你看不出来吧，回到那个时光，那个时光，我们的那个时光，一起成长。那回到那个时光，回到那个心脏，我们一起跳跃到远方。哎，我刚刚乱写的哦。不会啊，怎么不会？我真的乱写的。不会，那已经被我们录起来了，因为今天的节目就会成为一个视频，然后后面就会成为一个节目，所以刚刚那是你的即兴的创作。对，这就是一个你生活当中很常做的事情。对，我觉得很棒啊。我可能不是这种就是很强力的歌手，但是我会让自己保持一种希望有随时能够打开开关就有东西出来那种，对 对像水龙头这样子。我有个朋友严爵啊，他就跟我讲说，音乐是在生活当中也要保持热情，对生活的热情是。然后我其实那时候听不太懂，因为那时候他的创造力很强，严爵那时候好会弹，嗯，然后我那时候也不太懂说他这句话怎样，然后后来我才慢慢的去才学习到说怎么样去enjoy 自己的生活。我觉得你就是，我不知道，我跟你这样聊天，然后就是坐下来那种感觉，然后从刚刚听你那个打开话匣子，然后我们开始对话，嗯，我觉得你有点压抑，你压抑了，我哪里压抑了？就是、来，那这样哥，你帮我，你觉得 我没有办法啦，我觉得我哪里压抑？压抑哦，嗯，你的压抑就是一种对强大能量的过度的小心翼翼的释放。是好，有点抽象。哪会抽象？你也不是一个创作人嘛。我讲那个应该很有画面啊。OK， 是没错，对。然后就是你在这里你就大声唱啊，嗯 嗯，然后你也不用管这边什么。对。我们的意思是，这个舞台本来就是为了这个节目存在的。嗯。我的意思，今天你来这里就是为你设计的地方，那我会希望你就是可以很尽情的表演，是是是，因为我觉得你唱歌是一个很特别的歌声哎。嗯。就是这样讲没有，这样就是这样讲没有错，因为这样讲，因为那个什么，那个你说我在做 demo 出去哈，给各大公司听的时候，他们听到我的 demo， 一听就知道啊，这是少少唱的哦，真的，所以你的歌声在别人的那个印象是很有辨识度的，对，我的辨识度很高，有啊，有一点那个伍佰的感觉，有，也有一点像阿信。嗯，我觉得还好，我觉得有点像，就是比较文青的伍佰。没有，伍佰老师本来也就是蛮文青的。没有，我觉得他比较，其实他有一个比较更 man 的状态，嗯，就是他那个能量很强大，所以我才跟你讲说，那你就把你那个最大最强的样子放出来就好了。OK， 我是这个想法吧，我是这样，就是你在这里唱歌不要客气，嗯，然后就可以好好介绍一下自己，因为这毕竟就是你期待很久的一件事啊。对啊，因为做这一张专辑里面收录了十首歌哦，那，就是其实，在刚开始制作过程当中，就会很多人在问我说，那你这张专辑跟你在团体的时候做了什么不同？其实最大不同就是时间的问题。时间，因为以前在团里面，就是我们可能有三个人、四个人可以一起分工合作。那这一张专辑等于说是完全没有，都要我自己做。
那我也不是在乱谈什么事情，而是本来就应该是这样。所以那时候强辩在做的时候，我们可能做一张专辑，大概3到4个月基本上都可以完成。可是我这一张专辑整整做了1年多。那有一些歌其实3年多其实就已经存在了，就是你都已经满满的就在自己的那个档案库里面都捞一些东西，对，不要说捞一些东西啦，就是你准备好的啦，准备好的，对吧？我觉得不错的留下来。所以你看你还在跟大家一起那个表演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做很多准备啦。可是那也不叫准备，就是你一直在让自己是活着的，对，就是那种感觉。对对对，然后我就在后面这一年当中就慢慢整理，因为有些歌它虽然说3年前。写好，但是他还是要整理，有些歌词啊，有些录音要重录、重写，所以真的花了我1年多的时间。我常在想说哦，就是做表演的人，像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比方说我在这边主持一个节目，然后你在这边做一些音乐的创作，那你我们如果想要让自己变更怎么样的时候，有一个那个最关键的事情，你有想到是什么吗？什么？不知道，我觉得你的歌啊，没有没有，我觉得你的歌，就是我们应该要更去感动年纪小的人。是，对。那你心里现在有一首歌可以让觉得国一的学生听起来就觉得说啊，我要来去听黄少谷唱歌。你有这种歌吗？不然你等一下唱这首歌的时候，你就唱给他们听好了。祝你幸福啊，这可能吗？这首歌有点，这是台语歌哎、欸。啊，这如果可能哦。哎、欸，不要这样子，现在就是。作为一个表演者，就是也要有这样的想法。这首歌我们现在要唱给，就是让国中生会喜欢黄少谷，就是你要有这个心情哦，然后去唱这首歌，因为喜欢你的人会一直喜欢你啊。是是是。所以我们要找新的喜欢我们的人，这样子。好。那我们这首歌为国中生献唱。好。啊，这是一首台语，这是先介绍一下，这是一首怎样的歌？这一首歌《祝你幸福》是一首台语歌，啊、然后其实写的当初也是因为。感情的关系，真的感情对你来说真的是人生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已经离开我很久了， oh. 然后我也不知道说对方到底在做什么样子的事情， oh. 或者是工作状况什么样、啊，家庭状况怎样？因为之前很了解， oh. 那现在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所以我就写一首歌，就叫《祝你幸福》，就是不管未来你在哪里，然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oh. 我希望你都可以幸福、oh. 快乐。可是你要记得哦，我们现在要唱给国中生听，所以你不能那么悲伤。Oh, OK， 你要给他们就是说，我现在要讲一个故事给你们听哦，哥哥这就是一个大哥哥哈、哦，曾经啊跟一个谁啊谁啊谁啊，然后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后来就写了这首歌。哦、oh, 好。然后你要唱歌的时候，就是要用换一个方式来，不要唱专辑里面的样子。OK， 我们现在要唱给国中生听。我想一下，嗯。这样很难吗？有很难，哪会？因为这首歌很讲哎，这个首歌深情的、啊，哪有？你唱给国中生也可以很深情啊，你为什么要这样自我设限？好，对，没错、嗯。但是因为我们国中生的朋友对爱情可能他们比较，所以你要唱给情窦初开一点。我们没有要讲爱情啊，我们在讲就是他写给一个想念的朋友。哦，对，就是哥哥跟你们说一个故事，就是我曾经有一个很喜欢的女生。然后我希望他能够幸福，我希望大家也一样，不管在人生的过程当中发生什么事情，就是我们是把坏的紧张起来，然后给这个世界带来正面的力量，然后就祝他幸福，是不是？你这么强大，先唱完再来聊天。我觉得弹不好，没关系啊，就重来弹，好啊。你做你想做的事情，唱到你满意为止。不知你过得好不好，你心内面敢有快乐？思念亲像落雨，愈大愈感觉艰苦。敢是我定是人做什么不对？你讲的完全无不对。过去的咱拢莫搁讲，对你家己愈向着有坚强的心脏。只是我不敢将你放离开我的心中，
敢讲你有这么高，敢讲你有这么勇，准讲咱拢无联络，你嘛袂感觉艰苦，是你个性太倔强，也是我想过戆，你的世界我已经约袂着，敢讲你有这么高，敢讲你有这么勇。我是这呢无路用，你的命嘛不惊叫，只好祝你幸福，爱你袂着祝你幸福，你的世界袂搁再悲伤。我觉得有，就是你自己唱歌就会全放松这样。你刚刚有唱给国中生听吗？有，是不是？我唱给国中生的妈妈听。哦、好不会啊，我这可是我刚刚有觉得你有，就是我有想象那个听你唱歌的时候，就是在一个都是国中生的校园。OK， 然后那个、欸、OK， 对，是。可是因为他刚刚那个音乐啊什么，我就觉得哎，蛮适合他们的。我说的是旋律啦，歌词也许大家见仁见智嘛，就是懂的跟不懂的。可是我会觉得，哎，这首歌就，就有可以再更往那个，帮你找到更多喜欢你的人这样子。是，对不对？是就是反正就是现在就是一个人出来，我觉得你有想过用一个什么新的样子吗？还是只是要用一个原来的什么的样子，然后去包未来的状态？其实。因为这张专辑的企划也是我自己做、哦、那比如说服装啊，或者是造型，或者是 MV 的呈现，都是我去统筹、嗯。所以造型上面，我也是跟我的造型师或者是剪发型师去讨论、嗯。那或者跟他们说这张专辑叫未来、嗯，那他们就会去想说，那你要讲的未来是什么样的未来？有欸，我觉得你这个包装就很有未来感欸。对，一方面是真空包装，那它可以保存到未来。哦。虽然说 CD 是不需要种真空。也对啦。但是其实 CD 也是会坏掉。有。然后我也觉得这有一个很妙的，就是我拿到的时候哇，你连这张照片都很未来欸。啊，对，这张照片蛮有趣的，就是它是、哦、它是一个。它是一个，其实是一个灯，那个什么电灯，那个手电筒的感觉，手电筒，可是直的。好，我不知道那个灯是不是怎么讲，反正他们就是拿那个纸片、色片呐、啊，把它包起来，然后我就把它拿到我脸上，然后摄影师觉得蛮好笑的，就把我拍起来。哦，真的吗？对，不会啊，那你知道吗？我这个人就是也有自己很爱在那边自己无聊的解读，也没有什么无聊解读，就是这就是人的未来啊。人的未来就是吼，你知道面相学上啊，是从头到下巴的，下巴这一段就是你的未来，从鼻子开始到最后，这是年轻的时候。所以这面相学上以下这一段下面，就是人要从面相看，所谓流年啊或干嘛，是这样子看，就这样一路看下来。哦，所以你不是刚刚好做了一件，刚好。然后我觉得这个包装也很妙欸。我就打开以后，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会拿到什么的感觉上，我就打开里面没有 CD， 我可以拿去换吗？好烂哦！里面搞不好有咖喱包。OK， 我这个你也是蛮冷的、欸。我是配合你哦，好。你对啊，然后你弄成这个样子，是七巧板还是什么东西啊？我这个上面是一个是要干嘛 ？F 的英文字哦 ，future 这样子。对 ，F future 的英文字。真的很坚强哎，对，然后不是坚强、哦，真的是 F 啦。好啦好啦，是啦是真的是 F。然后大家看到这个照片，比如说，然后后面歌词啊，就是没有让你学唱歌的意思，就是全部都给它糊在一起，然后就是一个立体那个，然后就不知道从哪一个句话开始。不会啦，就你认真听黄少谷唱歌就好了，然后歌词就是搭配用的。没有，这个重点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喜欢，你真的会用力看。不会，他们会自己在网络上找。你现在还相信这一套，还这么用力看？这个买回去哈，都是珍藏的。嗯，就是他们都舍不得拿起来看。有个歌迷朋友说，他说什么？他可以利用这个，然后变成一个
一个方形。好，你赶快变。你说一个那个就是木箱，也就是一个箱子的概念。他说哪有，那明明就少一面。有啦，有啦，可以当笔筒啊。他说对，他说是可以变成一个小箱子，然后盖上去。好、哦，对。这是歌迷发现的，我们没有发现这一点，原来它可以变成这个样子。他以为是我们设计的，其实我们没有。哦、你看吧，是不是？我就跟你讲，每个人拿到任何一个人的那个、CD 的时候 ，CD 啊，他们有自己的想法、不一样。所以你要让那个歌充满了想象。所以我们刚刚是唱给国中生听的，然后你就要想他妈妈，我也不懂为什么。开玩笑，不会啊，他们也可以听啊，感觉就是很好。對對對，反正你有那么多那个创作的能量，那你就认真的去表演。那这一次既然就是自己发了一张这样的专辑，对，接下来你还有那个活动会跟大家有机会见到面，要不要自己那个宣传一下？就是在11月、12月的时候，我即将要有一个北中南的一个巡回演出，就是唱那个嘛新专辑的那个作品，就是新专应该说算是新专辑的一个巡回演唱会。哦、那台北算是台北，我们算是台北是11月18号，在 Pipe。公馆的 pipe， 公馆的 pipe， 然后在12月2号，12月2号 是在一个什么咖啡？台中，台中的这什么 ？Foro 吗 ？Foro Foro Cafe 吗？ Cafe 是 Foro Cafe 吗？啊 ，Foro Cafe， 然后在12月20，在高雄的 Life War， 12月23，对对对，我写太潦草。对，在高雄的 Life Warehouse， 对，所以总共三个地方。好了，刚刚少少那边看半天，是因为这个讯息早上才公布的。刚刚我们那个上节目都是先帮你那个预做宣传，所以那个上次去参加过生日会的人，然后可以近距离的有机会再去听少少唱歌。对对，没错。啊、在台北的就去台北听。对。那叮当会去哪里？叮当，我希望就是说，你帮人家 Q， 他又没有说要来。他如果有机会有时间，应该、真的吗？应该会来。帮我站台一下。所以你第一就是这次有跟叮当一起唱了一首歌《光合作用》，对。那这一首歌其实也是你以前有跟别人做这些有对唱吗？有，以前墙边有做过一首歌叫《小心愿》。小心愿。然后那时候是跟任龙轩一起唱。哦，我想起来，我想起来，我想起来了。对，他是一个那时候他正在拍戏的时候。对，那时候我们一起拍《终极三国》嘛。然后他是貂蝉、然后我们那时候也就一起合作了一首歌叫小心愿。那首歌也很好听、但是我跟叮当做的这首歌其实也是圆了当时我们的梦，就是说叮当我们认识那么多年，而且校园也出去演过、对，你们曾经就是在一起的那个环境里面工作的。 对，然后我们两个很常合作，我们应该要一起做一首就是歌，然后一起合作才就是棒，就是这是一个朋友友情的记录的开始，这样对，就是要有一个东西这样子，对对对，所以这次他就算是有来那个意气相挺的概念吗？没错，我跟他打电话跟他说我们可以合唱一首歌曲，真的吗？这么大牌这么好 Q， 打电话就有了，那下次你帮我们打一下，叫他来这里唱歌给我们听，好，这样好不好？好，我感觉蛮好，那顺便我们打给阿信好了，跟他说阿娜你要不要来那个安踏，我打给你们家，我打给你们家怪兽。可以，他应该比较方便，是你哥嘛，打起来比较快。我也哥，我也讲，我尽力斗，你别来吧。所以，以前有个很大的那个，算是兄长嘛，还有那个前辈这样帮你们这样罩着，对不对？然后现在你有，不会啊，现在去一个很好的地方啊。子弘老师是一个很厉害的人。对啊，对啊，对啊，宏哥这次专辑就是也是靠。有宏哥啦，一定的啊。其实他们强大，真的在这个专辑还没有找到唱片公司之前，因为我是就想说，我最先做好。那在做的过程当中，真的就是到处找唱片公司，说我这快做完了，那有没有公司愿意帮我做发行这样？然后没有哎、完全没有。我甚至于说那时候也有谈到一家公司跟我说，好，那我帮你发。那我就那时候就很放心，就哇，有人愿意帮我发行，那我开心了，不是开心了，我放心了，所以我就放着，就开始继续把我的专辑录完，然后到中间在四月的时候，他忽然之间，唱片公司打电话来给那时候的经纪说，我们终止合作，然后就天哪，我都快做完了，那现在那怎么办？小孩子接生到一半，然后就说对，要塞回去，拍姐先不要出声。
然后就天那一天晚上，我记得我就崩溃，在做直播，在某一个平台上。然后你就在啊，真的，那大家回去调画面吗？那天我崩溃是怎么了？就是也还好，我就有 hold 着，大崩溃这样子。直播崩溃给人家看这样子。直播，因为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讯息，因为我真的我没有办法，就像这样跟你说的，我很压抑，我确实我很压抑。在那个时候，我真的觉得你刚刚没有承认，在情绪上，然后我就整个在那个直播的状态之下，因为当然留言很多人安慰我，甚至于说发生什么事谁打你，发生之类的，我就一直哭，然后我就跟大家讲说，我真的觉得说我做好了一个好，我觉得很有自信的作品，可是很多公司或者是现在的音乐界，其实怎样的音乐会中，没有人说得准，真的，对不对？嗯，那怎么样的作品是会 key 到，没有人说得中，是，所以因为这一层关系，大家对音乐开始失去信心，而不是来观察说这样作品好跟不好。嗯，其实有很多好的音乐，很多的人，他们因为不敢出手而被埋没了。其实有很多好音乐，真的，对，不是只有我啦，很多人都这样。有这一行很辛苦啦。然后你今天从我们那个开始到现在，都讲了很多心路历程。嗯，有没有觉得还蛮特别的？就有个节目让你一直在讲这些事情。你要谢谢那个仙女，仙女，谢谢仙女。对，她说来的人就好好的做。他想要说的是说的话，可以可以可以，对不对？在这个地方，我们完全就没有在管点阅率的，就是让你一直讲。有啦有啦，没有我要讲的事情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每像那个制作人也是啊，他那天就跟我说，哎，这样我跟你说，那个今天的来宾蛮特别的。我说谁啊？他就说，哦，那个强辩的那个主唱。我说哇，这么酷。然后他就跟我说，我就跟他讲说，好啊好啊好啊，我们就讲到很啊，因为他喜欢让很多人来这里唱歌。是。那我就想说，啊，可是那么红哎，哪有红？哪有？然后我就他说没有，他现在单飞，他现在单飞。我说哦，好，那我们都可以欺负他，因为他现在是新人，所以感觉上来说我是新人。但我刚刚就是在那个你来之前的一段时间，我们都很认真想说，哎，了解一下。初次见面嘛，也真的不是那么的熟悉。丰功伟业这么多，你一个人开讲可以讲一个多小时。然后你自己在网络直播节目那边也是玩得很嗨。我看到有一个是你跟陈乃荣的。啊，对对对对对。他说你啊，那你还自己讲说啊，我们终于邀请到了一个特别来宾。特别来宾。对，在直播就是他在他家，我在我家。而且你们的那个直播是开了一个很特别的双框，对不对？对。然后你还自己是你自己 Q。然后，所以才华真的很多哎。应该说，那等下跟我们那个大哥指导一下，我们再怎么可以开双框。我刚刚说 OBS 开直播，直接要晒出去嘛之类的。我刚刚在想，对对，然后对，然后因为我在去年，整整两年我都一直在经营直播，但是经营直播只是好玩，打电动啊，听就是弹吉他。未来就认真唱歌好了，就是直播交给别人做就好了，你去当来宾就好了。但我觉得可是有很多歌，这张专辑很多歌是透过直播。哦，真的？哪一首？我们都习惯、哦。我先讲直播，比如说。好，你说。比如说我都没，我在看一个什么都没写的这样，装了一副很认真的样子这样。这种歌是有一些跟网络上的朋友互动，还得到一些消息说他们工作很辛苦啊什么的。工作，所以你那边开的其实是一个黄老师的那个什么心情教室，这样让大家去跟你吐苦水的。我不用当教，我不用当老师，我只要当垃圾桶就好。不要啦，干嘛当垃圾桶？因为其实很多现在蛮多人需要一个窗口。我只是讲，真的不要想这样子，这样人家都是，那你就装很多垃圾啊，干嘛把自己想成垃圾桶？我就是说、OK、啊，这里可以让你倒垃圾啊，倒在旁边啊，干嘛倒在你身上？他们会讲，然后我就会、啊，我觉得就是聆听啦、啊。然后我是真的吗？你很难听吗？可是我真的觉得你有就是。因为我也是一个很爱讲的人，然后今天没事没事，我今天站在一个听你讲的时间比较多 ，OK， 因为我觉得你需要说，对对对 对，你不用再听了，今天来你听太多了，你好好说吧。我今天来就是要说，因为我发片，这个是最重要的，这么重要的事情，这个在你人生当中很重要哎。10月13号，你也真的出道很多年，16岁开始到现在。然后就是我发行个人专辑，就是如果要买实体的话，就是在成品才买得到，在成品才有这一次啦。那如果在网络贩售，就是在博客来还有或者是成品的，反正给自己一个新的开始，然后用这样的方式看看能够得到多少人的支持。
支持。对，而且可是网络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然后你今天在这里的所有的那个过程，就会成为我们今天的节目的内容，所以就会一直乱 cue 你唱歌啊。嗯、可以啊，没问题。我很习惯在做直播的。我想也是，你毕竟自己都做了一两年。对啊，因为你应该比我还更会做直播。对，不是不敢当，我只是乱。我很会乱搞、啊，你这样一开一下，哦，哪有？你那叫乱搞，我才乱搞，我就一个人叭叭叭，我就一张嘴耶。我你又有乐器，还有什么？还可以跟别人那边开框，自己玩的跟都要开框，然后会比如说，那我没有他，我没有他，我就是那今天休息，烂套哎。我也会休息啊，我其实我觉得做直播很生活化，嗯、就比如说现在开镜头就这样。还放着哎、欸，我去上厕所。所以刚刚他们这样吸油，你有点就干嘛吸油啊？就亮亮的不是很好吗？是这样子。不要，还是要观众还是很重要。要来要，这是有一点礼貌，要有点那个开心感。对对对，我说你要开心一点，就是哦、我要开心一点，对对对，我很开心，我很开心。睡饱一点，好烂哦、喔！我就一直嫌他没睡饱。好啦，唱歌啦，你刚刚讲了。就是不要唱那个你今天准备的歌。你刚刚说你那个做直播的时候有很多的想法，结果都把它放在，所以这张专辑其实应该要去告诉那些曾经来看你直播的人、欸，就他们带给你很多灵感，跟你一起完成了这个创作。对，简单唱一些你想要特别有感受的。好，我想一下，你现在还有两首歌嘛？对，但我的歌单永远都是比你给我的还要多、欸，怎么办？你可能会唱到很久。没关系啊，就大家在吃饭，唱一首是人家吃饭听的歌啦。吃饭听的歌。对啊，都一点多，应该要消化了。你看他们，你在，他们都不敢去吃饭。哦，真的哦。也不是啦，但是假的、啊。吃饭听的歌是，就是看洪少谷可以唱什么吃饭听的歌给人家听啊。哦，可是我说要在你的专辑里面哦。专辑里面。当然了，废话。我那是帮你认真的，就是把你的作品宣传。哎、欸，你只有在成品卖、欸。对，所以你不让人家认真多听几首歌，快卖光，又卖完了。对啊，那你现在还在那边搞场，我们就当今天之后，然后把它卖完。好，这样好不好？好，谢谢建安哥，不客气。那就唱什么歌，在里面的吗？当初的自己。好，还记得走过什么地方？还记得你对我说的话，就像刚发生一样。那天真像个傻瓜，我这辈子都不会忘。罗斯福路的那个小巷，期待梦想发光的晚上，泪好像还在脸庞，一直都不想长大。还好有你们陪我唱，我们还在一起，彼此都在努力，说好不能放弃。无论你在哪里，我们还在一起，请你不用担心，痛苦的会过去，只要我们相信那当初的自己。这是你的专辑里面的歌。对，你知道吗？如果你不要那么压抑啊，你的歌声很温暖哎、欸。是吗？嗯，你刚刚这首歌是今天从开始到现在最打动我心的一次。哎呦，因为我刚刚让你说了很多话，嗯，然后你刚刚的这些事情就有一，就真的有一些那种你比较轻松一点的感觉。有有有有有，有一点点吧。有，是不是？是是是是，是认真的。没事没事，我只是一种就是做我们做这种表演嘛，或是跟别人，我都跟他说我要立志当国民聊天王，然后他都一直帮我找那种第一次见面的人来跟我聊天，然后我就一直说天哪，你到底是要把我弄成什么样子？然后他说没关系没关系，你来的时候就反正好好跟大家说说话。对啊，我很能聊的啊，我也知道要聊什么都可以。真的吗？那不然我们现在来聊一些科普好了。科普是什么？就是那种科学啊，科学常识啊，对啊，然后可以来聊面相好了。我刚刚讲这些其实是从那个我好，因为我刚才不小心在准，比较说不小心在准备的时候就点了一个说哦。像书上面有这样子，就是你知道人都是喜欢去看一些有的没的。我当然。然后我就不小心发现，哇，那你这样也是蛮厉害的啊，怎么会给自己一张这么符合主题的照片？我不晓得，你看你刚讲我才发现。你可以回去查啊。真的。我不懂啊，我的不懂是说细节不太那么了解，但我知道我刚刚讲的这些事情可以去查证。
对、啊、所以这张专辑就从包装开始，嗯，或是从你的理念开始，你都做对啦，是这样讲、欸，应该说，应该也没有说对跟不对、啊，不是、啊、我的对，应该是说、就是、就是符合他的。对对 对, 對。那你就应该让自己，就是人对自己的将来的事情，一定是充满期待的更多，嗯，对吧？可是我有一点状况是说，我这张专辑其实我把它当成最后一张专辑。怎么可以这样子？这是你的第一张专辑。对，这是第一张，没有错。而且你就要卖完了。但是我还有几张啊？还。你到底压了几张放在成品啊？好像要可能公司要再想一下要不要再多就是第一批送出去的都已经快要完售了，那就让它完售啊。对啊，那就自己留一百张。但之后比如说可能在邀约啊什么的，如果说混不下去，但这张真的就完了，就没了。哦、所以啊，就是混得下混不下，总也有一些你自己的作为。但对我来说，你讲我的人生已经。就是说，在这个阶段性算蛮成功的，因为真的遇到子彤老师喜欢音乐，然后愿意帮我做一张专辑。你等一下不要在这里爆哭，我们没有拍这种桥段。就是我阶段性有人就跟我说，那你觉得这张专辑成不成功？其实我就觉得已经、啊、他问我，有人问我说，你觉得怎样算成功？是，我就觉得说，其实我已经成功了。哦，真的吗？对，因为我已经发行了。好，没有啦，发行有发行的成功，对我来说就是发行，你还是要让它得到更多人，就是我们要好第一个阶段成功了，阶段性成功发行、嗯，所以接下来第二阶段成功就是这样完售，完售，对对 对, 對啊，然后那个哎、欸，来人啊，那个制作人先生，制作人先生，我们这个节目要留下那个三张自拍照哎、欸，然后我的好那个，你今天后面还准备两首歌哎、欸，一首是五月天的歌，嗯、对。对吗？对，然后一首是林宥嘉的歌。对，你特别喜欢林宥嘉吗？哦、oh, ，我很喜欢宥嘉，他我非常喜欢他。你一边聊一边自拍三张，这样有没有很好笑？好可以啊，萌萌照一张，那也很会嘞，哇，还会眨眼睛。哦，好，就是回到你那个乐团时代撩妹的那个心情。哪有？没有你。好啦，皮肤好差哦。没事啦，就睡饱就好。哎、欸，看一下能不能用。不能用再说，其实你还很小啊，啊，我说年纪也不大，年纪很大的啦，哪有？你刚刚拍照每张都是鬼脸哎、欸，我现在已经是欧基欧欧欧欧真的哦，到了哪？大叔了，没有，你现在大叔大猎桃啦，大叔现在比较红，比较好好好，那好，你只是为了想要更红，好，那你就大叔，我没有意见，我想要一个人就是。你等一下，有可能把这两首歌串在一起吗？为什么？没有为什么，就是我的一个想法。欸、你不是个创作人吗？想想，我这样说很酷。哪一首？就把《拥抱》跟哦林宥嘉的这首歌，你选的是可以，是不是傻子？对，可以。然后你要一直交替唱哦。啊？现在不是流行吗？是唱完一段《拥抱》，再唱傻子，然后再唱回来《拥抱》。哎，有这么有吗？谁说没有？你就可以啊。不然我们今天节目找你来干嘛？你以为就让你一直唱那些歌做什么？唱一点特别的嘛，这样好歹人家看看大明星才有听到那个少少唱一些，不然在你直播看就好啦。好好，而且这段你表演完之后不能在你直播再演一次，这是我们独家。好，没问题。它是拥抱傻子，拥抱傻子，再拥抱，拥抱傻子。你自己 Q 啦，我不懂，但我想要让你把它 combine 在一起。下长日的假面，奔向梦幻的疆界，南瓜马车的午夜，换上童话的玻璃鞋，让我品尝这滋味，我是孤傲的蔷薇，让我品尝这滋味，纷乱世界的不了解，昨天太近，明天太远，默默聆听那黑夜，晚风吻尽荷花月，任我醉倒在池边，谁能停住看见我的美？月光晒干眼泪，那一个人。爱我，将我的手、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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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一生的时间都用来换和你一个误会？谁能真的让谁幸福到故事的结尾？何必那么的慌张，有时清醒才是错误的开始。我不需要也不重要，做一个傻子多么这样到老，好难哦。哪会？爱不唱完了。我想说要脱下长日的假面，不预设你会在乎我，好难哦。不会啊，你怎么唱都是对的。对不对？那你要用勇气把它唱出来啊。爱真的需要勇气。哦，好哎，好哎，好哎，哎。李心洁的歌吗？哎，不对，不是，是梁静茹。梁静茹的歌。那你还记得李心洁的歌吗？李心洁哪一首？我不知道，你不是你的人生跟他不是有很特别的关系吗？有，他不是也算是你一个应该有充满机遇之恩的，就是某个贵人。这一段可能很少人知道。然后就是说，我刚开始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强兵也刚开始的时候，那。可能会想要去接一些案子，或者是当乐手。那我就有在那个应该是2000年左右，2002年，17年前。对，然后那时候就有短暂的跟李心洁，就是一起。他现在都已经是一个那个天后了耶，对啊。然后在电影啊表演，对对对，对不对？然后常常被入围很酷的那种奖项。对，那时候其实跟心洁就是他也很照顾我们啊，然后也带我们到新加坡、马来西亚，然后台湾就是北中南的巡回，这样到处去跑這樣。真的就跟着他一起那边，就是认识很多粉丝，被人家认识。哎，我刚刚你在唱歌的时候，我一直很认真在看电视。怎么说？还给他一个惊喜，你就蛮上相的啊。我认真的啊，你以为？突然这样讲，我有点……不，我刚才好像我刚很认真在听你唱歌，然后他们突然一个特写我，然后我就觉得直播当中别人在唱歌，我很认真听，不要随便拍我，我就好尴尬，冲下，然后心想，我就刚刚如果有对你回去的时候认真去回看你那个唱歌的时候，好啊，然后从一开始看到最后然后你就会看到你越来越帅啊，好，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就很欠揍。真的哦，对啊，你开始觉得我很欠揍，不是欠揍，不那个意思，你干嘛？我就来要开心点嘛，开心点。可以啊，可以，很开心。没有说一开始的时候就想说，哎，可能真的不熟，你也有点很多的担心。那你知道我们这样哈拉哈拉聊聊了，我们已经快一个小时了。OK 啊，真的聊天就是开心。没有没有，重点今天的重点是你唱歌啊，对，你的歌声让那个今天的安安大明星，然后变得内容非常的丰富。谢谢，不敢当门的。然后如果现在突然间叫你就是。唱30秒的歌，随便来一首，你会想唱什么歌？我自己专辑的吗？不随便啊，我就说随便了。随便哦。对啊，你也可以自己再创作。你今天不是在我们节目里面就随便就写了一首歌吗？也不是随便，就信手拈来就一首歌。可刚刚信手拈来，我也忘了怎么唱。不过你就回，所以我再叫你去看回看啊。那首歌你要好好把它写完，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就是你的什么小地方。对对对。你那首歌叫做小地方，是这样子。最后的没有，现在还没有最后，现在是我现在突然要叫你唱三十秒。再唱，那我这个人就是也是一个很怪咖的人，也没有人来疯，就想要你今天唱歌很好听，就人都来了就多勤姐这样子，多多少少造压的波瓜让他听啊，是不是这样子？蛮稀，对吧？不然你唱唱什么歌啊？不然你应该也可以唱个萧煌奇好了。萧煌奇。我只会你是我啊，对啊，大家都会唱一首歌，对啊，可是我歌词不熟耶，就只会唱那一段就好，只要叫你唱三十秒，你以为你我要让你叫三分钟吗？你是好高哦，没有，就有你的唱法。你是我的眼，带我领略世界的变幻，因为你是我的眼。
你是我的眼。啦啦啦啦啦，你好歌听不会啊，不会啊。你是我的眼，可是这样不是很好玩吗？我只会你是我的眼。这是好啦，你唱一首你会的。我会的30秒的歌，就是突然间脑袋闪过一个，你总是唱到，就是我们今天节目都快结束了啊，你突然有一些什么样的心情吗？可以用一首这样的短短的，你唱了几句歌，不管它是倔强啊，不管它是什么 ，OK， 都可以。倔强好了、啊，我因为什么要唱倔强？是因为其实我每次人生走不，就是说音乐的这条路感觉上好像走不下去的时候，我就会特别想。这一首歌、哦、真的吗？那你千万不要唱这首歌，因为你今天没有走不下去的事情，所以我不准你唱这首歌。我们今天没有走不下去的事情，那你唱别的，那唱《春娇与志明》好了。好，哇，好 Q， 这样可以吗？开心一点哦。志明今天不再被安坐。为什么爱人不愿搁再守护我？春娇已经早都无在听，讲这么多，其实拢总往我脚纸。抬头淡水海岸，两个人的爱情。我甲你上好就到这，你对我已经无感觉，到这冻定，你也免爱我。我甲你上好就到这，你对我已经无感觉，莫阁伤心，莫阁我只爱你。蛮 Q 人唱歌，真是本节目最开心的一件事情了。换你唱，我唱，不用啊，唱唱唱，安安唱，安安唱完之后就是节目快要结束了，就是我也不用唱，对啊。那哎，这首歌刚好可以帮你做一些那个人生的新的诠释。怎么说？你刚志明还没遇到春娇。有啊，就是那个少少高黄牛雄鹤个高家，跟黄牛做一起啊，你今嘛是少少安尼。是啦，安尼不就是你这次出来最重要的？对，因为应该说没有要跟黄牛切割了，不是切割啦，就是一个新的样子，新的开始。然后你也喜欢一个这个新的名字嘛，那就也不用特别在讲那件事。刚刚你的那个同事一直跟我说啊，他什么？我是说不用啊，我们不用提那个名字，反正你都不要，不是不要，就是你都想要换了，何必再讲？是这样说，对，这是未来感。对，没错，以后他是少少。CD 快要卖完喽，快卖完了，然後卖完了没有要再压了，因为子彤老师说没有钱，好烂哦、喔，干嘛自己帮他说？对，不用啊，就这样子，然后让这些东西变得珍贵，这样子。是的，是。可是你会一直在，所以他们想听你唱歌，就到你的三场表演去。11月18在台北，台北 Pipe， 12月2号在台中，12月23在高雄，在你自己的那个粉专上应该都公告了讯息，还有包括，哦，这是一场，这是三场售票的，对，这演唱会叫做 Now， 就 Right Now 的 Now， 明明就 Future， 然后就在那边 Now， 就是现在就是未来，就给搞啊，现在就未来的，完嘞，钻石很久远，一颗永流传，那你干脆叫钻石好了。好不好 ？OK， 我根本没乱改那边，没关系，因为 CD 快要压，就是要卖完了，所以再重新压出来的时候就不会写未来。我们在想新的想未来的未来。好啦，希望你可以那个开心的那个闯荡你的未来。没问题。然后就是用那个黄少谷的，就是新的想唱歌的这样的热情，对吧？对。然后你有一个。就是自己很多的特别的心情跟想法。好，我们节目就真的快要结束了。啊、但这首歌 就是让你可以再唱，然后这种导播在他开心的时候进片尾。就是你想唱什么歌，专辑里面都可以。哎、欸，我今天真的是随便你自己在这边，虽然哈，你知道，哎、欸，我 Q 你这样子很好啊。是谁让你唱10首歌啊？真的真的。我们制作人就说，哎、欸，他来唱歌，哎、欸，你唱的拍手，那个拍手最大声就是他本人。
因为大家都在打电脑。哦，真的，好烂，烂透了。好了，等一下，节目快结束了，有什么那个要特别再跟大家说？你的粉丝啊，还有新认识你的朋友，然后还有那一张。对，就是我在10月13号的时候。我们大家让它下架吧。对，啊对，不要不要让它上架，就是、不是啦，我们说让诚品书店的实体贩售的全部让它下架了，架就是把它卖光光。卖光，现在不是这个意思吗？对对对对。干嘛紧张？可是我怕就是大家会想说啊，没事，谢谢谢谢两个，反正我就是实体贩售在這個、所以全省。应该是全台湾的成品都有吗？对，所以这个成品没有，就是请你到下一家成品。对对对对对。天哪，这很会耶！那做什么饥饿宣传啊？好好。然后那个网络贩售就是在博客来跟成品、啊。哦，那个就好。对，因为其实货很少，那为什么会就是在比较少的地方贩卖？就是想说那就那楼比较少，那是在全台湾大家最喜欢去的书店，对的某一个实体书店，也不是，就是你知道那家书店牵扯着很多人的情感，嗯，然后你也很会就把它放在那里。好，希望不管是曾文清、贾文清，爱听歌的、不爱听歌的，想要听团的、想要看个人的，好不好？照顾，反正这也看不到人的样子，你就买回去听听看。打开就看得到了。明明就也还好，你自己拿出来说，哪一张照片是清楚的？第一张照片很清楚啊。我们还是不要看太清楚的好，因为我刚才觉得这个包装还不错。拍也不要拍。今天还开心吗，黄先生？开心，开心。黄先生今天来这里还愉快吗？健安哥哥很开心。谢谢你，希望那个少少那个就是专辑可以大卖，然后演唱会可以得到很多人的支持。是是是。然后三场都爆场。谢谢谢谢谢谢。然后记得帮我们 Q 那个五月天来上安安堂，可以，怪兽来也可以，好吧？好，那要唱什么歌？未来嘛，唱未来，唱未来。好，然后唱了一段未来之后，我们节目就结束了。可以，在你那个唱完之后，记得谢谢大家，让导播今天为好，握个手。谢谢嘉哥，专辑大卖，演唱会成功。好，来听未来。在等什么？现在就是往前走，过去的痛让它留在老旧的时空。再见懒懒的理由，告别幼稚和脆弱，现在就要学会放下和承受。我将一切交在你手中，我的未来不会再寂寞，我将一切交在你手中，我的未来无限的自由。这幅你造的天空，敬畏你赐的所有，让我不再漂泊这个孤寂的河流。请你用手触摸我，浇灌星星我灵修，长出梦的翅膀飞越这宇宙。我将一切交在你手中，我的未来不会再寂寞，我将一切交在你手中，我的未来不会再寂寞。谢谢少少，安安大明星，下次见，拜拜。你需要大家给你。